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2年9月14日，欧冠联赛后快报，世波廷2-0热刺。上半场进行至41分钟，理查列陈安达迪接哈利卡尼的直传单刀破门，不过旁正示意越位再先入球无效。下半场90分钟，世波廷开出角球，保联奴费南迪斯抢点头锤攻门入网，世波廷1-0领先热刺。补时阶段，高美斯左路强行突破后射门得手，帮助世波廷将比分定格为2-0。据统计，这是世波廷在欧冠联赛场七次面对英超球队取得的首场胜利。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，感谢你的支持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